咱妈呀，一直就跟我说，你可别跟马月分啊，只有马月才能受得了你这脾气，啊！我压根儿就没听过。可这回咱妈这一病啊，我真好好想了想，咱妈说的也有点道理。你说，我这是不是也太自私了呀？太为我自己想了呀？我是不是应该听妈一回？我跟她复了。姐，你做得出来吗？那还是你吗？你以为我是什么呀？你以为我多坚强啊？我告诉你，我不是没犹豫过啊。这前两天妈还探我口风呢，我嘴特硬，我其实我都用硬话来扛着呢。哎呦，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有时候如果你做不出决定的话，你就先别着急做决定，交给时间，让时间帮你做决定。交给时间，哎，时间帮你做决定，什么意思呀？说白了就让我抻抻吗？那抻抻谁不知道啊？我自己能不知道得抻抻啊？你就你现在也是，你这脑子也太慢，我这问你也白问，也瞎问，也给我出不了什么好招。哎呀，最近我也想的挺多的，我觉得我们这人欠妈太多了。我跟你一样，都是嘴硬，好多话想跟妈说，也没说出口。最近我正在做一期节目，你到时候好好看看吧。歇会儿，坐这儿待会儿。哎呦，你也坐着。妈。哎。不管今后我们俩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结局，我这一辈子都会对兰兰好。我信。还有大军，大军您更放心吧。也是我儿子，我的心头肉，我一定会做个合格的父亲。您放心，您踏踏实实的。放心，我放心。缘分这个东西呀，可真是奇了怪了。你说，缘分来的时候挡不住，缘分要走啊，你也拦不了。这都不归人说了算，都归天说了算。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庆幸你做过我的女婿，真的。
哎呀，你说今天啊，康康把大伙儿招呼来啊，在这么漂亮个地方准备这么多好吃的啊，啊，大家应该高兴，不能太沉重，好不好？啊，开开心心的啊，30岁也是一个重要的年龄啊，你是不是应该跟我们说点什么？哦，好。今天我请大家吃这个饭，其实并不是要给我自己庆祝什么生日，而是想借这个机会来感谢一下我的家人，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哥哥姐姐们。我从小就给家里添了特别多的乱，特别不让大家省心，但是你们却包容我，还说我是一个特别快乐、心胸特别宽、遇事不知愁的孩子。我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性格呢？是因为我知道，不管我遇到什么事儿，都有你们替我扛着，其实我心里特别的幸福。今天我已经30岁了，我必须开始做一个大人了，我也是一个大人了，我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如果你们遇到任何事儿，我也应该学会怎么去替你们承担了。我为有你们这样的家人而感到特别的幸福，我心里其实特别爱你们。好好，康康是讲得正好，是不是？啊，的确，哥哥姐姐们为你操了不少心，啊，现在孩子表态了，弟弟表了态了，啊，你们有什么困难，将来也得让他替你们承担，啊，你们替他操了这么多心，费了这么多力，啊，受了这么多罪，该是他报答的时候了，啊，好好啊，妈妈今天特别特别的高兴，生日快乐啊！哎，来来。咱们开吃。哎，等会儿妈。啊，大家都先别着急吃呢。其实我还准备了一个小节目给大家。啊。莹莹，上来吧。不。这是我同学。啊，是吗？就扒拉那两口，明天我得做点别的，换个口味。再说吧，啊。姐，姐，你电话，找你的。电话。喂。
哎，苏兰，干啥呢？啊，我在我妈家呢。啊，是这样，有件事啊，我想跟你说，你能出来一下吗？我现在出不去啊，能电话里说吗？这件事必须我当面亲自跟你说。什么事儿还必须得见面说？哎呀，老家你出来一下，好不好？麻烦你了，好吗？你在哪儿呢？啊，我在中关村电子城旁边有一个天桥上。天桥上？对对对，天桥上。那好，我知道了。来了，干嘛呀？这是，非大晚上让我到这儿来。哎，这目前来讲是北京最灿烂、最绚烂的一个廊桥了，多么美好的夜晚，这太好了。哎，我跟你讲啊，自从我们那天分手之后，不能叫分手，应该说是工作完成，哎，分别之后，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为了完成我这个想法，我动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还有一些人际关系，我打听来打听去啊，打听到你有一个闺蜜叫李雅，啊，本来这事儿呢，我想李雅跟你说来着。说什么呀？至于非得找李雅？对呀，就什么事儿啊，还至于找李雅？本来呢，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所以还是我亲自跟你说的好。反正你的情况呢，我多少也了解一些。我的情况你也应该是清楚，离婚这么多年了，啊，今天把你约到这儿呢，就是想检验一下我的江湖魅力。反正这事儿说出来以后呢，成不成无所谓。哎，我呢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就是不退缩，不放弃，不自卑，不回避，就是这样，啊！你别笑啊，我说清楚没有啊？啊？我听明白了。那就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不要像年轻人那样，另行一下公事？比如说逛逛公园啊，看看电影啊。当然了，这都在你有时间的情况下咱们完成。那个，我现在啊有一特殊情况，我大多数时间得陪着我妈，我跟队里都请了假了。啊，家里有事儿，可以理解，需要帮忙吗？那倒不用。不跟俩大傻子这非站这儿吗？那咱们俩站哪儿去？你能带我往前走两步吗？好啊，走。
了吗？哎，吃过了，你甭管了，你进屋歇着啊。坐会儿。妈，吃点水果。别忙活了，去忙你的去，走啊。嗯，坐这儿，兰兰跟你说句话。哎，哦，嗯，哎，啊，昨天晚上出去了。啊？啊，对呀，我出去了，办了点事儿。啊。见个人，见个什么人呢？嗯，这是不是又是苏妍跟小四儿跟您瞎说什么了？我见什么人呢？哎，你要是觉得可能有点意思，你就带回来让妈见见呗，啊？好不好？我这八字都没一撇儿呢。那你能不能抓点紧呢？别回头，等你八字倒是有了两撇儿了，妈又见不着了。啊？啊？是不是？嗯？哎，姐，怎么不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我和你姐是同事，我姓林，就叫我林大哥。哦，啊，林大哥。林大哥。那个，你们俩啊，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啊。行，那个您慢慢坐啊。哎，好。慢着点你啊。你弟弟挺可爱的，啊，不听话着呢。哎，你热不热呀？啊，不热，挺好。妈，妈，嗯，家里来客人了。啊，谁呀？就是大姐的一朋友，是一男的。嗯。哎，你干嘛呀？你扶我起来，我去看看。哎呀，慢点。把眼镜给我。哎，啊，妈，您怎么起来了？啊，哎，你好。你好，阿姨。哎，啊，坐吧。您请，阿姨。坐，哎，哎，啊，人高马大的你，啊，我身体不好。
生病了，要不给你做顿饭吃。阿姨，你千万别客气，什么都别说了，一切尽在不言中。啊，挺幽默。喂，哎，大嫂啊，妈在吗？哦，是这样的，我的那个节目调整了，半个小时以后就播出。哎，你记得让妈一定要看啊。哎，行，我马上就告诉妈啊。哎，拜拜。妈，哎，刚才是苏妍来电话啊，她说让我跟您说一下，一会儿让您看一下，就是她电视台那栏目啊，她千叮咛万嘱咐说您必须得看啊，一会儿就播。好好好，我看看。嗯，这孩子，哎，原来呀，我老想看。啊，问他礼拜几呀？什么时候啊？您甭管，您甭看，没什么意思。嗯，哎呦，现在也想让我了解了解他的工作了啊。嗯，哎，好，我看。啊，你们收拾吧，别在这儿站着。嗯嗯。哎，妈，您要不要进屋歇会儿？啊，不用，我看着。啊，嗯，我坐这儿挺好。哎呀，又剩这么多啊！幸亏住这儿的，明天吃剩的。哎，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妈妈的花样年华》。坐在那儿的戴眼镜的先生，你孩子是几月几号的生日？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一天我们每年都要给他过生日，他的生日是每年的10月25号。您呢，先生？我的孩子生日是2月5号。坐在那的那位女士？我孩子的生日是9月9号。能说出自己孩子的生日请举手。能说出自己妈妈的生日的请举手。看来妈妈为孩子的付出是更多些的，而孩子对妈妈的关注确实少了些。这似乎是一个普遍现象了。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故事是一对母女的故事。在这段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母亲和孩子不平等的关系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会延续，甚至愈演愈烈。这是一个事业上小有成就的女儿，衣着光鲜，忙忙碌碌，她周围的人都认为她很能干，做事也很有效率。她也这么认为，她认为她对妈妈的关心是有效的，甚至是非常实际的。由于妈妈是独居，她工作很忙，所以很少回家。于是他索性给妈妈办了一张信用卡副卡，让她随便刷，每个月由自己结账。可后来他发现妈妈很少用，于是他就改为给现金。虽然他不会讲什么甜言蜜语，但是毫无疑问，他对妈妈还是很不错的了。有一段时间，女儿忽然发现妈妈开始变了，变得不可理喻。比如每个月一次的家庭聚会，她非要改成一个星期一次。在女儿正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他突然冲到女儿的办公地点要求见她，甚至闹着要和她一起出差。这一切都让女儿觉得妈妈是不是有些老糊涂了。直到有一天，妈妈突然说，其实她得了癌症已经几个月了，医生当时对她的预言顶多还有半年，而现在所剩的时间已不多了。此时女儿才猛然醒悟过来，原来妈妈之前所有的一切反常举动，只不过是想在自己最后的生命时光里多和女儿待一待，为女儿的未来再多负一些责任。过后女儿去找个医生，医生告诉她，妈妈已经做过两次化疗，而且曾经因为疼痛昏迷过被抢救，她吃了不计其数的药，为了隐瞒病情，妈妈已经成为一个演员了。这个任性的女儿突然意识到，她给妈妈的爱是多么的徒有其表。我说的这个自负的、麻木的女儿，就是我。这个故事是我和我妈妈的故事。我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把自己最好的、最优秀的那一面献给了工作和恋人，却把最任性的那一面留给了自己的父母。因为我们被宠坏了，所以觉得这一切都理所当然。亲情和父母就像水和空气，当你发现没有时，才是最致命的。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孩子无比的迁就，可是往往我们对父母却缺乏耐心，缺乏表达。我们似乎习惯了逆反，更习惯用那些匆忙的物质去代替那些诚挚的情感陪伴。我今天在这里特别想说的是，我们不要忘了，在这个世界上最早教会我们爱的是我们的父母。最迟一个向我们倾诉和求助的，最不愿意麻烦我们的，也是我们的父母。他们是向我们贡献最多却得到最少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是我们亲手造成的，我马上也是一个要做妈妈的人。我曾经一度以为我能承受这个单亲妈妈的身份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可是现在我才知道，能长期承受儿女忽略却还能一如既往地去爱他们的妈妈，才是真正了不起的人，才是真正的巨人。在这里我想说，我做节目已经做了几年了，我采访了上百位的妈妈，可是我从来没有真诚的、真正的去了解过她们。
只是出于工作的缘故。在这里，我想对每一位说，从今以后，我要真诚地去了解每一位妈妈。我还想对电视机前那些年轻的朋友们说几句，春节就要到了，可能我们当中的有些人不想回家，想出各种理由骗自己的父母，比方说买不到车票，买不到机票，回家太麻烦了，明年再说吧。其实这些都不是真实的理由，真实的理由是你觉得自己混得还不够好，不够成功，怕自己的父母失望。其实父母他们真的不会在意这些的，真的。回家过春节吧，回家去看看自己的父母，好好陪陪他们吧。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成功不是你有多少名利，而是始终相信爱，并且持续的付出并收获爱。是回家的，我要努力，努力地去做这样一个人。旧日的时光，为一颗青春的我妈妈一样。那午后穿过的小巷，是我是一个从来不懂向妈妈说软话的人。现在，我向往春天的暖阳，在这里。随一阵风温柔，我要对我的妈妈说，那梦中拥有的力量，妈妈，是日出对不起的东方，我爱你。这时间的远方，我看见妈妈的目光，像冬日最美的夕阳，温暖了我的天堂。这世界的远方，我看见孩子的成长，在心中最软的地方的呵护。我们今天要看运动会了，我报了一4x50米的接力赛。啊，你行吗？你这现在跟个小胖子似的。哎妈，我是第二棒，老师说接力棒最重要了。哎妈，今天你和我爸陪我练练来。你妈我哪有时间，妈都累死了每天。哎妈，你就陪我练，我就一会儿。哎，让你妈歇会儿啊，她太累了。哎，这么着，爸跟你练啊。好啊。成吗？啊啊，哎，来你歇会儿啊。啊，跟爸爸练啊。哎，衣服你得拿着啊。哎，好，好，来，把衣服给妈。妈，冷不冷啊？没事啊。来。哎爸，啊，咱就拿这个当接力棒吧。这个，接棒。穿着点吗？啊，不用，不用，没事，没事。
你说这些日子吧，我一直在琢磨，我就觉得你说的特对，我们两个彼此之间真的应该好好的尝试一下新的生活。如果你要是遇见喜欢的人，你可以试一试。你要是想结婚，直接告诉我，我立马就搬出去。你怎么知道的？哎，你说咱俩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在一起这么多年，你说你现在有什么变化，我还看不出来吗？说真的，你要是真想结婚了，你就直接告诉我，我立马搬出去。这不咱们家楼下不正好有一套空的房吗？我把它买喽。正好咱们楼上楼下还能做邻居，我也能照顾马俊，也方便，是吧？你要有什么事儿呢，咣当一跺脚，我就听见了。马月，我现在还不太想考虑这件事情，我想先多陪陪我妈。谢谢你。水来了，又来，快坐着坐着。爸，给你。妈，还给妈买了一瓶啊。啊。奶奶，哎，我上学去了。好，快去吧，别回头迟到。嗯，妈，哎，那我们先走了。走吧，走吧，慢点开车。嗯，好，走吧。哎，哎呀，那杨霞穿的太少了，你得说说她，啊？也都不小了，年龄。哎，得注意。妈，哎，你还想去哪儿？还想见什么人？没了，差不多该见的都见了。啊，那个冯阿姨啊，嗯，去世了。哦。好在呢，我跟他女儿联系上了。哦。他女儿呢，把他的目的告诉我了。那天呢，我想代表你，去给他扫扫墓。嗯，拿束鲜花，啊，写个卡，啊，写上谢谢冯阿姨。嗯，签上妈妈的名儿，签上你们的名儿啊。哎，得谢谢人家。那个冯阿姨是不是就是当年小铺卖菜那个？对对，就是她呀。哦。啊，胖胖的，帮了咱们好多年。嗯嗯嗯。哎呀，卖腔骨排骨那会儿，得排大队才能买得上。他每回都盛出一口袋，搁到柜台底下。啊，人家再来买，他说没了，卖完了。啊，等我下了班呢，就来拿。他就问老师：“给您藏着呢，快拿走啊，别让人家看见啊。”偷着递给我。哎，
帮了咱们好多年。妈，哎，你看你还有别的什么心思没有？别的心思。